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今天12月27号礼拜二，我们幸福蟹的话是吃荤食哦。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荤食是什么好康的。OK， 好，今天的话冰淇淋公主没有来，因为她生日的话请假在家。好 ，OK， 先看汤哦。今天的话是这个冬瓜贡丸汤，好，冬瓜贡丸汤。那因为我上来比较晚，所以剩下一点点。那这个是卤豆腐，然后这个是岛莲啊，还有小黄瓜，然后这里有一些肥肉，好，一些肥肉，然后这边有大白菜，然后这是素食的部分。饭的话剩不多 ，OK， 那这些呢就是我们今天幸福蟹无二餐饮集团的中餐，有点喘，先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